这是家庭代工吗？完全没人帮忙啊，全靠自己啊。啊！别吵我，今天一定要把它煮完。现在七点了，我明天早上七点就要起床。你不会煮，你要先讲好吗？干，这一个人要怎么弄啊？阿贤面临财务危机，被迫兼差打工，心酸画面流出。Guno WQW，Guno WQW。啊，我缺钱呐、啊，家庭代工啊。不是啊，我都没有帮手啊，小帮手嘞。为什么我只有两只手？为什么这样怎么弄？有人可以帮帮我啊！手脚并用。施工 Kiko 帮。好了，再来一个。挤满三个抽屉就可以组装好喽。进度超前，我是希望等一下会有小帮手了。感谢魅魔之刃订阅23个月，谢谢你。手套多少买的？没有啦，那就某一天那个抽个箱子就抽到了啦，那也没办法啦，就不小心就抽到了。眼睛啊！呜呼！新抽到的手套啊，读谱了。电视买哪台？等一下，等我这个煮好，还要煮电视啊。电视装个脚架就好了啊，加油！好像要换一首歌，好像要换一些劳工听的歌哎。911，劳工都听911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冠贤，记得把音乐关掉，看我的脸就好，因为我的帅在一点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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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哒哒哦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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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望着遥远的绿色的仙人掌，哒哒哒哒哒，六七五三五。干你娘嘞！等一下，我看不太懂这里啊，我查看看有没有那个电子书，帮我看一下好不好？有没有线上木工教学啊？开始有点看不懂了。他这个是。因为它这个也有一个凹槽啊，它是要向外吗？看不太懂呢，这样吗？911，主播可以叫我7414吗？不能。7414。越来越少了，剩我的桌面还没弄哦。可是这个我自己煮的，会不会电视放上去就垮了、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，真恐怖！干！不会吧？干嘛呢？哈哈，没错啦。哎，小伟啊，靠北啊，少给我东西！干你娘，少一个六角的、啊，怎么办啊？
干要打人哦。你这样装抽屉怎么拉 Camper Angry Cat？ 哇塞，啊，说明书教我这样装的啊，等一下装完就知道了嘛。哇兹，说明书怎么教我就怎么装了哦。摇摆的走在金色的沙滩上，金色的沙滩上，金色的沙滩上，望着遥远的绿色的仙人掌，绿色的仙人掌。绿色的车。哎，你怎么再回来的？我跟我的车啊，我。你车在下这个？刚刚好。这里我有点看不懂啊。现在到这里了，是这个吗？对啊，哎，你晚上吃？还不是啊。哪里？赶快自己下去，不知道泡什么，不知道弄什么，去吃一吃。他们屌我。好肥。上面的盖子。中间啊，跟那个连接的，对，那应该还好吧？我觉得还好，就是反正这个只要物理就好了。对，先这样吧。如果不行，再叫水电的来看有什么方法，可能用水口给它空起来。再来，这个要盖上来。嗯，他说放地板，脚朝上，然后这样盖下来。那刚好你来的正好，如果是我一个人就不玩的了，太神了。是哪一边啊？有差吗？有差吧。他也没说啊。有吧？他有说吗？你要看这个板子，我跟你讲。哪一个板子？中间这两个板子的方向，那一个是脚，一个是用。看那轮子的方向，这个抽屉有轮子，轮子这样对吧？朝 L 的这里，朝三根，没有，你要转，是啊，确定？对啦，煮吧，你比较会煮啊，我看看，你这样突然竖一个位置，我看看，竖到我都动。摇摆的走在金色的沙滩上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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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望着遥远的绿色的仙人掌，哒哒哒。主播蓝色工地手套过几卷？啊，过一张十趴，加五，加五攻，拳霸，枪手，枪手。请各位贤宝不要做无谓的谩骂，在这里看阿贤敲敲就好。Shy Ray， 谁在吵架？妈的，没有这个枪手柄过啊！笑死！好了，好吧。在煮电视，好快啊！幸好你回来了，不然我可能都要好多给啊！你看两个木棒，看能把你敲断，可是敲断断在里面。对啊。那这种其实。不是很好，对啊，那就真的不是很好，因为我刚刚就很怕敲断了。啊，那这个呢，这时候就先把抽屉也放进去好了，还是把抽屉先不要放，太重了，心脏浪费我的力气，我们还要上班，那放哪？还是放外面？这个我直接搬出去好吗？然后直接放这个。啊，这里全部装进去，然后电池搬上来这里，有意思吗？妹妹，荧幕这边有可爱猫咪影片，快看！你那台应该要先放好吗？直接塞进去啊！哈哈那个啊，好事多那台30000多、38000的那一台，这样啊，就一片而已啊。几寸的？55，刚刚好。哦，它很大的那一个。嗯，哎，有了。好了。好大，好爽。
哇，啊，有声音吗？有声音吗？没有声音。为什么没声音？你有开声音吗？我倒播我自己。我倒播我自己。大声哎！主播可以聊天室安安吗？嘿嘿，安安。好大！哇，十六块了！哎，这画质好好。这画质啊！他也想吃，你看，扒拉那桌子，扒拉那瓢子，这个转过来一点。完了，把它放过来。鸡皮都煎好了。妹妹，我爱你。哇塞！